Thank you.
你那他就是个凳子啊，没有办法，一个是腿，一个是脚很软，哎，掂了还很软，那个手就是这样子，手就是这样的，哎，那手这个不是凳子。差不多了，半小时到了。哦，要一直吹啊！半小时差不多了，他们是十块，半小时呀，半小时差不多了，马上散结束了。再跳一下来。嗯。总来讲，他们还要在。南京路上是人烟的不多。因为呢，三点半。哦，印度啊有。哎，印度，所以我就不走，我看印度。印度也好看。哎，好看的。西班牙看了吧？没有看。西班牙。西班牙很好。怎么样？他们都有明星。哎，很有特色。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墨尔本芬迪和高地姆表演团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好，下面就印度了。印度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墨尔本，我们就是半小时呀。哎，就是半小时。吃过啥子啊？吃不吃？印度，对吧？你这是印度。